我们这个润饼呢，要可以剥的哦。西班牙，西班牙，西班牙，没有啊，后来是意大利，我们是意大利耶。哦，意大利啊。哎呀，那你想一个意大利的？你哪里来的 idea 有西班牙？西班牙冰淇淋啊，它是瑞士吗？瑞士啊。你捧我？你欧洲地理这学去哪里的？拜托，我们只是取一个名字嘛，让人家好记，敢拿就拿么敢吗 ？OK 吗 ？OK， 我们现在就用年轻人的用语。我跟你讲哈，这个春卷叫我立刻爆炸，我立刻爆炸，那我叫，因为你是炸的嘛。然后原味的是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。好，那如果节目这么好吃，不敢相信这个润饼怎么那么好吃？这个春卷哦，我立刻爆炸。西班牙，谁记得起来？哎，对，然后到这，那名都是爱特别啦，特殊啦。OK， 那你先写一下，我来写。等一下先出十份吗？对，就是给他们。找一个美国人来做润饼，不是我在讲，这个润饼的是的皮，首先一定要 Q， 因为很多的时候它那个高丽菜如果泡水泡太多，你把它弄起来，那个水没沥干啊，那你下面铺一层花生粉跟砂糖，你那个菜一弄上去，饼皮 and nuaki， 就是有时候你包完之后，有时候我们可能隔十分钟半小时吃，那整个面皮就糊掉了。那如果这个面皮不及格，我觉得这个润饼基本上不及格，所以我待会儿考验一下这个胡宇威这个面粉跟水的比例要拿捏多少，有没有 Q 弹，这考验我们这个 ABC 到底会不会做我们这个台式润饼。你来干嘛？我来不吃润饼。谁啊？鸡啊！帅哥，你带啥？我带啥？我带帅哥。你带什么？你干嘛？喜极而泣，你要拿买酒跟我们喝是不是？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。好了。你都没变，你还是这么像少女呢。那是一定要的。我们上班了，你也没时间聊天了，少哥，要上班了，少哥。我专程下来是要来试口味的，试口味啊，然后就要走了。不是，我试完之后好吃，我帮你们一起卖。哦，对，如果不好吃，我会。一概不予承认，说我跟这家店有任何关系。这么严格是不是？那个可以给他吃啊，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大。你知道润饼重点是什么？什么？润饼皮。润饼皮。因为要 Q， 第二个就是不能太湿，因为太湿有时候烂掉，烂掉很恶心，很难吃。是啊，对，所以这是好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好的。是爷们，进去季节快买啊。哦，不错。是，但是我希望哦。嘿，你希望什么？我希望抽主厨花生多一点，花生喂花生也要多一点，多一点，这也可以多一点，因为这个要脆哦，因为我们菜有点少，所以菜有点少，有点厚，吃完之后口感哦，你是真心的还是来找茬的？没有，他是真心的，真心的，他真不真心我都看得出来。对啊，哎，我很熟啦，很熟了，他是真心给我们意见，而且可以做哦，这样子可以的哈，他偷包偷刀偷刀嘛，卡贼的，偷刀户啊，卡贼，偷刀户卡贼。等我们把这个五个冰淇淋做完，我们就开正式接单，好吧？我是要帮你们打气，因为太热，我用果泥，然后加那个气泡水，有点像那个太刚好了，某一斗的感觉。哇塞！我们这一摊开卖了！来一个西班牙，西班牙再加一哦，西班牙就不用停了，一直包。来哦，谢谢哦，在这边稍等一下哦，下一位。来西班牙的，来西班牙的哪位？两个，你说我们两个，两个哈，好的，一个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谢谢你，来啊，这里刚好，谢谢你，两个，谢谢，超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妈妈妈咬，妈妈咬，大春卷的，刚刚还有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哎，哎，一锅上，好吃，好赞呐，阿丽的丢啊啦。这种天气吃这个最好的，各一个的，哎，一个的，各一个的，炸的，炸的，好，好吃的润饼呢，都可以了。炸的谁？这个很烫哦，你要小心哦。烫哦，谢谢。好吃的，番茄超好吃的。
谢谢。这个，好，来下一位，按你这边稍等一下，这边椅子区那边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啊。三份的是谁的？炸春卷十份，哎，冰淇淋五份。炸春卷十份，冰淇淋五份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西西，你先问他有西班牙的先，我们可以先送，因为现在春卷还在等。没有冰淇淋啊！没有冰淇淋啊！啊？还有冰淇淋、啊？冰淇淋呢、欸？没有啦，还有啊，冰淇淋呢、啊？对，冰淇淋要挖了，我来挖。然后你挖。好，那你可能真的要等哦，稍等一下，等一下我找你钱。唱好歌会不会今晚都在挖冰淇淋就好了？你来试试看，还挺累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们刚刚有挖了一些啊。你要跟我换吗？不用。你确定？可以。我不忍心这样苦度你哎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唱好歌是完全没有磨合期的，它是可以立刻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的。太不忍了。十个西班牙，十个西班牙，那可能要稍等一下下啊。哎呀，换手了，抽筋了。十个西班牙的、哦，十个西班牙的，还是要去，我来还是要去。稍等一下啊、哦，哎，我要融化了，怎么办？那你那个，不用找了，要来要找啦。哎哎，好，那剩下的捐出来，对不对？姐，捐其他的捐，我们的林小姐。好，好，谢谢你的爱心。哎、欸，你们到底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，等一下。来，你现在有一件事，谢谢两份。说，哎，还有，不把事情交给你，我很痛苦。说，快点，不是两份啊？不是，这个是一份，这是两份。现在可以卖红。謝謝